我是艾玛，我是艾甲，这是我自己拍的影片哦。这是一幅叶子拼贴画，你们有猜到了吗？没错，就是孔雀。先画头，再画脚，好美的翅膀出现了，要用保龄油胶粘住哦。孔雀开屏了，再加上五颜六色的颜色，让它的翅膀好缤纷。这个好有趣，利用树叶加画笔，就可以变成一张可爱的图画哦。来欣赏吧，祝你们吉祥平安，健康又喜乐。请订阅支持我们哦。